以今天老将要现场给我们好好展示一下，第一个绝活是什么？第一个绝活、啊、嗯，那个你吓着我了，我先平复一下心情好吗？那个第一个绝活呢就是这样，我会稍微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套连技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高难度的吧。掌声送给我们的老将，给我们带来第一轮他的展示。大家要不要再看？要！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老将。哇哦！哇哦！年轻人嘛，就喜欢一些很酷炫、很刺激的一些项目，我觉得应该也挑战一下自己，所以我就踏上了这条路。很漂亮，那几个动作，说对了，就因为他酷他帅，所以我才练的。哦，你刚才有一个啪，哎，啊，那种帅，哎，其中有一个最难度的，最帅的，你现场给我们单独分解一下，就一个动作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再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哇！帅帅帅帅帅帅爆了，太帅了，掌声再次鼓励他，太棒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完你的表现啊，我对小将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太精彩了。你替我请一下小将。孩子来吧，孩子，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小将。刚才看到老将的表现之后，害不害怕？不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很多精彩的表演。接下来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您的这个舞台是什么？弹踢，弹踢，会比他还要精彩吗？我肯定比他精彩啊！小将很有信心，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弹踢。好，我们掌声送给小将哈，来欣赏他的弹踢，请准备了。刚才这是个弹踢吗？嗯，是组合推法。哦，这个刚才这个组合推法精不精彩？甜甜，真的很精彩，对不对？太棒了！刚才啊，有一个最后一下转的，看着特别花哨。那最后那一下，可不可以现场给我们来一下，再展示一下？叫什么名字？踢月。踢月是吧？原地就可以来一下吗？来一下，我没看够，再看一下。哈！哇！哇！哎，好像是就跟我做的是一样的啊，刚才那个动作真的是特别加分。